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北国和江南。面对一道雪前锋，一段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缕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臣妾记住了。哎，老祖宗，苏麻姐姐来了。哎呦，苏麻姐姐，好，苏麻姐姐，苏麻呀，老祖宗，丫头，你看你怎么来了？老祖宗，你看看，丫头，给你起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，丫头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头发都白了。哎呀，丫头啊。你看看，哎呦，我老丫头丫头叫着这么多年也改不了口，你看，哎呦，丫头啊，你这身子骨这么弱还来瞧我，快坐快坐啊，来坐坐坐，嗯，那儿。柔娘娘，苏妈是个下人呐。哎呀，快别这么说了，你那是皇上的老姐姐呀。哎，丫头啊。你病得这么厉害，还进宫干什么来？我想老祖宗，想得厉害。我知道，我也想你呀。哎，顺治朝过来的人呢，没几个了。我呀，也想找人叙叙旧，正好你来了。我真高兴啊，咱们俩呀有日子没见面了，我可是存了不少心里话想跟你说呀。老祖宗，丫头是跟您来此行。怎么？你说什么？丫头的天命只怕就是这几天了。我走之前，丫头得给老祖宗请最后一次安。丫头啊，
你这话让我心碎呀。哎呀，我也到时候了，到那时候啊，咱俩一块儿上路是吧？九泉之下也有个照应是不是啊？你说呢？哎，好，丫头啊，老祖宗问你一句，你这辈子知足不知足啊？知足。丫头跟老祖宗长了不少见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这辈子有没有怨恨和遗憾呢？无怨无憾。可是有个事儿啊，我纳闷了几十年了，我真想问问你啊。老祖宗，问吧。康熙八年的时候，我把你赐给皇上当妃子，可是你却抗旨，不得已我只好让你永居天心庵。我就是纳闷儿啊，你是真的不爱皇上吗？不是像爱弟弟那样啊，是说的像爱男人那样爱你。老祖宗，您都明白的。你要是有什么念头啊，就赶紧跟皇上说，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老祖宗，丫头告辞了。丫头啊，丫头啊，你要走好啊。老祖宗，臣妾觉得苏玛姐姐是啊，委屈了这丫头了，下辈子再补偿吧。哎，扶我起来，起来，我要啊看看我那些花儿，我跟他们告告别，我跟他们请个安。我要是不在了，你们呢甭惦记我，由容娘娘照顾你们。甭惦记，好生活着啊。使劲儿的给我长。相处了一辈子了，总有一别不是。甭惦记啊，甭惦记着。哎，由容娘娘照顾你们不挺好的吗？是不是啊？禀太皇太后，臣明日督运粮草前往漠北大营，行前特来请旨。
我呀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要是到了漠北啊，皇上要是问起老祖宗啊，你该怎么说呀？啊啊！臣就禀报皇上，太皇太后偶染风寒，正在调理，不日即可康复。不，你得这么说，你就说老祖宗硬朗之呢。只要他惦记着老祖宗，他呀就能够打胜仗。我每天呢拾到拾到这些花儿，我也乐呵着呢。对了，那猪妹儿啊，这天也暖和，她活过来了，她开了9朵花儿。好，老祖宗，你就这么说，这是老祖宗的懿旨。这，你说给我听听。老祖宗硬朗着呢，只要皇上惦记着老祖宗，就能打胜仗。那株媚儿天一暖又活过来了，开了足足9朵花。说得好啊。你呀、走之前呢去看看苏麻拉姑，问问他跟皇上还有什么话说吗。你呀一句儿不落的捎给他。臣遵旨。去吧，好生上路，一路平安。这后学张廷玉拜见苏麻拉姑大师。你是来问宫廷中的事吧？我帮不了你。臣奉太皇太后懿旨来请示大师，有话要跟皇上说。臣明日就要赴漠北大营。要去见皇上？是。你告诉皇上，就说苏麻，我说不出来。大师如果说不出来，那就写下来，教臣转呈皇上。我这辈子从没写过折子。大师若有话跟皇上说，那是书信，不是奏折。劳你候着，我去写个信。后学退下等候。
丫头这辈子只深深地爱过一个人，他就是弟弟玄烨，就是皇上。30多年了，苏妈说不出口，因为您是主子。大师，祖宗啊，还能硬朗起来啊，甭哭了。容妃啊，老祖宗啊，想给你啊下一道懿旨。老祖宗，我担心呀，我走后啊，这皇上啊要废太子。我活着的时候啊，他怕我伤心，他保着太子，可是我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太子了，太子也许也保不住了。老祖宗，臣妾该怎么做？皇上信得过你你呀，好好的劝说皇上，不要行废立。太子虽然有毛病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好孩子，朝廷要是没有太子了，我真担心呢，这十几个阿哥都会争着抢着太子这个位置，就要骨肉相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老祖宗，皇上如果不听臣妾的呢？他不听你的，你不干，和他理论，要不你就说这是老祖宗的遗旨，这太子啊万万不能废呀，你听见了吗？臣妾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好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有什么旨意就跟臣妾说。起来，老祖宗，拐杖，拐杖，来，起来。
我看看这个家。走走，看看，走走，看看。保佑我的玄意，保佑我的大庆啊，佛祖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把您最喜欢的衣服找出来给您穿上好吗？好。对呀，我呀想让你们都出去。你知道吗，我这辈子呀从来没一个人待着。吃饭的时候啊有人伺候着，睡觉的时候呢旁边也有人守着。老祖宗，就连沐浴的时候也有丫鬟们照应着，是不是啊？无论走到哪儿啊都有一大堆人跟着。就连做梦啊也都不是我自个儿的梦啊。老祖宗，您这是母仪天下呀。是啊，母仪天下，可是天就是天，我就是我。我呀想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，把这个宫门呢全都给我关上。是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下去吧。容妃呀，我要跟你说句话啊。等我走后啊不许你禀报皇上。听懂了吗？是。得了，请你出去。老祖宗，我请你出去，我要一个人待着。请你出去，我请你出去。我要一个人待着。你出去，出去。是。可
是我呀，我真是无怨无悔呀。好啊。好看，真好看。该做的我都做了。哎呀，我是该走了，该走喽，走。孝庄太皇太后死后，苏麻拉姑也于当日圆寂。皇上，喊什么？宝公主都回来了，在哪儿？快进大营了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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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平身，宝儿龙梅啊，这回你给朕可是立了大功了。皇上，科尔克各部门不但捐献出来了粮草肉干，还准备出兵3000，听贺皇上差遣呢。还有呢，禀皇上，格尔丹的营地他们也探查到了。在哪儿？赵默多。赵默多。禀皇上，内臣张廷玉先期劫运60000担粮草，已经快到大营了。好，传旨，各路臣将速到龙帐听令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列位臣将，朕这次不是要打败噶尔丹，而是要绞杀他。傅权，末将在。你一定要拿下肯特山。召尹氏，末将在。令你主攻昭莫多，儿臣领命。其余各将各率各部随朕开拔。你们记着，康熙45年5月10日，天明开战。撤。禀皇上。征西大将军福全报，昭穆多大捷，斩敌无数。知道了。这。禀皇上，前军主将应试已将昭穆多合围，噶尔丹大营已成瓮中之鳖，明臣将决战。知道了。慢。廷玉啊。
朕天天接到朝廷的奏报，说太皇太后吉祥着呢。是，太皇太后吉祥着呢。朕想再问你一遍，太皇太后真的吉祥如故吗？臣有罪，启禀皇上。臣进慈宁宫请安时，太皇太后正躺在病榻上，她言指臣下说，她硬朗着呢，每天都拾得花木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是我们的母亲，手中是我们的钢刀，让我们尽情的欢乐吧，勇士们，跟我来。
尔丹大军已被剿灭，余部四散，噶尔丹逃往乌兰木通，大阿哥正在追杀。兰姐儿，我求你解释杀了我，你回京城去吧。大汗，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，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大汗，兰姐儿，听我的话啊，我不能落在康熙的手里。大汗，大汗。大汗，蓝琪儿是你的女人，蓝琪儿到死都跟着你，蓝琪儿不会离开你。大汗，大汗，我的大汗，蓝琪儿，我爱你。噶尔丹今生今世有了你，就很知足了。大汗，蓝琪儿，也爱你。大汗，蓝琪儿，那就听你男人的话，把刀拔出来，杀了我。不，不，大汗，蓝琪儿要把你背回乌兰木通，治好你的伤。我们好好的过日子，大汗再也不打仗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看，姑娘，你看，姑娘，你看。
送亲，就是送到这道坡吧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男人吧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也放过你呀。我没忘。你男人，我可以放，但是皇阿玛不会放过我，我要砍他的头。大哥，噶尔丹，拿起刀，站起来。不，不，不，大哥。美雅，你要是杀我，我认。你动手吧。阿哥，你别逼我。你如果不下手，我可要下手了。来吧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阿弥达，阿弥达，阿弥达！心窝，任他一路坎坷。